Shaolin Gu Cha Yi Ming Zhong. Wu Gong Yi Shi Qian Nian Song. Da Mo Mian Bi Jiu Zai Zheng. Gao Seng Wu Jie Tian Xia Ming. Shaolin 寺是无以四名，四以无显而久负盛名。少林武术世代相传，更有少林功夫甲天下之美称。这些少林寺武僧正在走向练武场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呢。少林五星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影片风靡世界，掀起了一股罕见的少林武术热，是古老沉睡的少林寺又成了世界武坛瞩目的中心。这是国际少林武术节的盛况之一，少林寺登峰大街上都成了演武传武的场所。国际少林武术节在郑州召开，国际武坛朋友接踵而至，络绎不绝。当今才是少林武术最繁荣的盛世。少林武术成了体育场大型表演节目，少林和尚成了表演少林武功的主角。少林武术热
也带动了全国武术热。北京召开了武术座谈会，李连杰高兴地告诉徐才，他刚刚从拍摄方世玉影片的摄影棚赶来参加这个盛会。他还谈到主演黄飞鸿影片的情景。李连杰见到他的教练吴斌，十分兴奋。李连杰是个很有武德的武星，对自己八岁时引导他学艺练武夺魁，朝夕与共十一载的吴斌导师，至今还是那样尊敬和爱戴。师徒俩谈得多么开心呢，真是难舍难分呐。李连杰与孙建云老前辈见面，李连杰一向有尊敬老者、虚心求教的美誉。李连杰在大会上发言，回忆他成长习武的过程，是祖国把他从小培养成如今一个世界驰名的武星。这叫罗汉撞钟，也叫头顶功，是少林武功的绝招，格斗起来呀常以此招取胜。铁头功法需持恒，平心静气苦用功，练成肉头硬如铁，寒暑冷暖熬十冬。少林寺练功场上确实有一番动人的景象，要练好少林武功首先在于苦练基本功。哇，这是练的什么功啊？哦，这是罗汉站桩功，又是少林的秘功。地上还立了根竹签子，头上顶个大碗，啊，真是一动也不敢动啊，否则就要吃苦头了。这确实是苦功哦。据说